雄性激素对于男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，它代表着男性的魅力。男性的身体特征和健康程度也和雄性激素密切相关。雄激素的加油站公布了，平时多吃点会提高肾动力，增加男性魅力。黑枸杞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经常吃黑色的食物有助于养护肾脏。黑枸杞对于女性的身体也有极强的滋补作用，对男性呢也有较强的养护作用。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用黑枸杞泡水喝，对于肾脏的保养非常强大，有助于提高肾脏功能，彰显男人魅力。黑枸杞呢也被称为雄性激素的加油站。荔枝，荔枝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高，而且其中含有丰富的糖类，能够帮助为身体补充所需的营养物质。男性经常吃荔枝也可以帮助激发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，让男性的肾脏活力满满。平时也建议大家多喝一些黑枸杞泡水，